呦，超强的，你看，啪啪两下就100了，啪啪两下就100了，100欸，你有没有看错，是100欸，我最多才补75滴血，然后他打我100，那我玩怎么玩得下去啊？玩不下去啊，死定了，哎，左边边右边边，死定了，这样怎么玩？他会打我100，100帮你补血，然后你继续严揍他吧。先偷再说，对啊，欸，其实他可以偷两次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第二次会300，不信我们再偷一次。欸，治疗你，超强的，再偷，欸，250而已，比300预计的还少一点，没关系啊，御剑术，对，用御剑术嘛，已经没有办法了，他的攻击力太强了。有，现在血够啊，继续打，去，哇，他的防御力实在太高了，飞龙探鱼手啊，用一下金刚咒啊，金刚咒可以增加防御力嘛，对不对？噔噔，你看，完全没有说明，我怎么知道他在搞什么？正常人根本玩不下去嘛！哎，我打赢了，哎，莫名其妙打赢了，哇，修行提升了，哦，真气提升2，哦，灵力提升1，哦，赵灵儿又提升了，小贼你想干嘛？哦，被绑起来了，小贼你想干什么？哦，你这个蛮横的人，不给你一点教训怎么行？让你也常常被吊在树上的职位，啊，把我放下来，啊，不然我回去叫爹把你通通抓起来，折断你的双腿。公子，你还是放了小姐吧。奴婢对不起小姐，小姐只是在气头上，不是真的要杀害我们。银华还不赶快替我松绑，回头看我怎么整治这个贱人。啊，不成不成不成！如果你真心想在一起的话，还是趁这个机会逃吧，逃得越远越好。你们走远了，我这晚会放了你们家小姐。长贵，是，多谢公子。喂，我们快走吧，他们私奔了，狗男女，等我回来。咱们去城里瞧瞧，这苏州城可热闹了，我带你去瞧瞧新鲜的。留下在这一个人在这不妥吧？现在就放了他，岂不是奇功异技？等他们小两口投缘了，我们再回来放这个刁蛮千金。走吧。走到这里啊，这里要走两次啊，麻烦的要死啊！不晓得谁设计的桥段啊！远处传来一个尖叫声，救命啊！小小哥，刚才是那位姑娘在喊救命啊！别理她，把城市转没有重要，回去。可是我还是放心，我还是回去看看呢。既然你这么说，我们就回去吧。要怎么去了？装模作样啊！第一次真的是装模作样啊！嘿，来啦，叫爽了没？怎么啦？你在喊救命啊？是不是害怕啦？想求饶？好贱哦！你笑的这个脸太贱，痞子一样啊！真不晓得为什么林月容会看上你。谁怕啦，随便喊喊关你什么事？不过林月如也是个刁蛮千金，你们两个比较登对。赵灵儿根本就遇人不熟啊，你配不上。这个是你自己说的哦，这回责不怪我喽。你走啊，下一次我再让，一定要对你好看啊。谁怕谁？谁奉陪？走啊！这下还是较真的啦，要来了，真的要来了。噔噔噔噔噔！野炊人来江山，不要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次真的，小哥他好像真的出事，又来了，真受不了了。我觉得我们错的太过分了，还是放他回去吧。好了，灵儿妹子，听你的就是了。走，要开始打喽！有两个地痞流氓要打喽！住手！那你要交代，别叫我们别惹是生非啊！这叫行侠仗义，不叫惹事，就是惹是生非啊！真是的。可是，说这么多干嘛？飞龙探鱼手啊，要用在正途啊！穿云腿。我记得这个人比较强，那个拿刀的比较强，拿刀的攻击力比较高。赶快干掉拿刀的！你看，他砍下去就800了耶，超强的，莫名其妙的强。不是800啊，80啊，我跟你讲。
哇、哦，又八十，我一口气才补75，你一打就八十，要我怎么玩得下去啊？罗汉腿，没错，那个叫罗汉腿。啊、哦。呵呵，呀哦，还好没再放大招了，不然我怎么打得赢你？喂，严重。杀了一次，呀，赢定了！哦，你这个川原小狒狒啊，偷一下，按错了，按错了啊！你而且他也比较穷啊，你穿的比较少，所以比较穷嘛，我记得是这样。从外观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你。有剑有剑，手上有攻略本吗？没有啊，没有攻略本，这斗神团哪来的攻略本？哇，戳你！嘿啊！呀，打赢了！赚宝宝，赚宝宝！啊，逍遥天真的，你看吧，还好我们及时折回来，不然就闯了大祸了！赶快闪剑，闪剑啊！实在抱歉，没想到让孤寒你送了这般惊吓，还好你没受伤，不然我们就送。要不我扫甲行星看见？哦，看见了，逍遥哥哥，你怎么不闪？因为闪不掉啊！小生无礼冒犯姑娘，以致姑娘名节有损，当受一剑，以赎其罪。闪不掉就闪不掉嘛，讲这么多屁话啊！我不是故意的，都怪你，是你太过分，我才哦。原来林月如是良心不安才跟李逍遥在一起的，哎，被骗了，被骗了，被骗了！开什么玩笑？这一剑又快要渡然，躲掉才有鬼，死掉了。逍遥哥哥，你不要死哦！又不要死了哦！学会还魂咒了啊！太棒了！赵灵儿，顾佳，你要学会还魂咒了，怎么办？逍遥哥哥这样下去会死啊！看来只能赌一赌了。不能冰，不能冰，不能冰！还魂咒，不能冰，不能冰！起来吧，起来，起来，我的好朋友！起来了哦，两个人昏倒了啊！蒸汽消耗过度，昏厥过去了。就这样，哎呦，过了几个时辰，两个人才醒过来。我胸口不痛了。哎，你刚要昏死过去，我担心死了。呵呵，普达明达，小子，这点小伤死不了，死不了。要不是赵灵儿，你不晓得要死几次哎。那个没用的李逍遥，哎，怪你还笑得出来。刚才中了那一剑，直接气中你的心脉，你差点就没命了。我情急之下只好冒险一次，将我背过的黄魂咒，幸好上苍保佑啊，侥幸生效。咦？你说强行使用未炼成的法术容易走火入魔的，这么说你是拼了命救我喽？你现在才知道你这个没用的逍遥、都怪我以前不好好学，要是早点练成，这老罗就不会死了。老罗好可怜啊，现在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呢、再找一个人呢、随便找一个，路边那个阿猫阿狗都比这一个好。好了，别哭了啦，现在我不是没事了吗？放心啦、我李逍遥对天发誓，以后绝对不会让你孤苦伶仃的人。你骗人！等一下赵灵儿就失踪了，我跟你讲。谢谢啊，李逍遥。逍遥哥哥，捡起地上的宝剑，装备地上的宝剑，装备地上的宝剑，月女剑。抱歉，月女剑不能装备啊，只能得。哎，有比较强，身法提高，防御下降。好啦，装备月女剑了啊。虽然我不会普攻，哎。不会普攻，我干嘛要装备这一把？装备，我应该要选灵力比较高的嘛？都一样，还是这一把好了。走，逍遥这个没良心的家伙哦！我们走，我们到苏州城逛逛吧。苏州城的小孩苏州城有很多东西，很多东西可以偷，可是我不想偷了。马儿跑，马儿快跑，马儿回不吃墙头草。漂亮的小姐，少女，苏州城都出美女，瞧我算不算个美女？蛮漂亮的啊，跟赵灵儿有得比啊，都长得一个样子啊，都是2D 画面，还16位元呢，买个糖葫芦啊，要买糖葫芦吗？是的，买糖葫芦。好了，这里你想怎样跳河自尽吗？要是我会武功，我就能去参加比武招亲，那有该多好啊！那个刁蛮丫头有什么好的？肚子饿了，等你吃糖葫芦。使用糖葫芦，等你吃糖葫芦。只能得自己吃哦，不能等下吃哦，没有支线哦。初代就是这样子，
咱们出生的可热闹啊，参加联亲放过校花就选亲，这次又搞得比我着急，人家真是有钱有闲啊。上次去那酒店可有趣了，人家大小姐在售楼那边装了火药，好几个有钱公子的眉毛都得塞掉了，真的是。不该说这些的，两位有买什么吗？哎，烧肉啊，有酒吃先生赚啊，买了啦，买这些干什么啦？来找一个，哎，这是算命先，要算命吗？不要，现在他不帮我算，我一回可以找那个、啊、刘静元，刘静元呢？刘静元，刘静元你在哪里？哎，不在这吗？先生，刘静元呢？可能说你来召唤我呢？不是不是，我只是路过此地，还想找个地方对明天去拿。抱歉，所有店都被包下来了，包得外面报名免费住宿，连一间也没有。真抱歉，如果你有报名的话，又另当别论了。就是没有报名呗。刘静元，刘静元你在哪里？刘静元，快出来哦！刘静元，啊，你在这吗？刘静元，啊，小生练的是四眼群幻变的轻功，要是打不过对方的话，我可以用逃的。什么烂招啊！大丈夫能屈能伸啊，留赌房哦，赌房没错，应该在下面。刘静元，我来了，不要打听那么多了，我不想跟你们打听那么多，他们的话又多又长啊。这里怎么办？我把点灯做完，没有去见点灯七小，关我屁事哦。啊，刘静元，你好可怜哦，踹死他，癞蛤蟆想吃爹爹的肉，自己扎半张镜子看看吧。等等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好讲啊。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啊。飞龙探云手，这个人是秀里剑。这个是梅花镖，那偷这个是秀里剑才对，那这个是偷钱吧？我忘记这个人是偷什么了啊？这个人是偷什么？我用什么冰咒？哦，铁护腕哦，好好好，这个人是偷到梅花镖，这个人偷到秀里剑。啊，要偷吗？要不要偷？不要，要不要？啊，不偷了，赶快打死他了！梅花镖、秀里剑不值钱呐、啊。啊，刚刚我学会了什么咒？还魂咒。有还魂咒就好啦，啊，人都怕演咒，是人都怕火烧，咻，啊，再打，打死你这个，转来转去的，可恶家伙，又丢梅花镖了，逍遥你要不行了，你这么快又不行了，啊，你真的蛮废的，啊，比起林格，你真的蛮没用的。一个男的动不动就趴下，哦，解决一个了，噔噔在补血了。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打逍遥？一定是逍遥打得太长得太欠扁，灵儿就可爱多了，所以他们不打灵儿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可以这么解释吗？应该可以吧？你看动不动就对人家上下其手，啊，可恶到极点。上下其手啊，偷到梅花镖啊！真是的，我干嘛偷梅花镖啊？对啊，我干嘛偷梅花镖啊？演奏烧死你啊！逍遥超欠打的，有没有？老是打逍遥啊，而且逍遥血也比较少，真是的，连个弱女子都不如啊！果然是整天宅在家里玩刀玩剑的人，玩的那一把护剑。逍遥真的太欠打了，老是被人家打到可怜了。嘿，快要打赢了没？啊，快打赢了没？我一，再补一下血，没按错。嘿，啊，赵灵儿，我帮你补血了。现在主攻是赵灵儿，不是李逍遥。李逍遥只是旁边绣花拳腿而已，顺便偷一下，证明我说的所言不假。证明我所言不假，没偷到东西啊，那不偷了，赶快解决了啊，赶快救刘静元出来，严重。得救了，刘静元站起来喽。刘静元啊，李修形象善意，刘某感激不尽啊，这也没什么，倒是刘兄怎么还特地准备一桌美酒佳肴，我觉得受之有愧啊。李兄你太客气了，在下想交您这个朋友，不知李兄意下如何？是的，真的就是接兄弟有何不可啊。好，咱们干啊。噔噔噔噔啊，赵灵儿不从讲义睡着了。
弥留两人酒逢知己，千杯少，继续喝酒聊天，就这样过了一夜，整晚都在喝酒。李兄，那我有事先告辞啊，后会有期啊，以后我们会再见面的啊。李兄不用再送了，我也没有打算再送了，我只是说顶多送你到这。哎，吃剩的肉不得我拿走哦。啊，赵灵儿起床了，灵儿该起床喽，人家还要睡嘛。想到灵儿也会赖床啊，太阳晒屁股喽，不再跟我起来，说要带你回苏州城，你再赖床就不带你去喽。好，人家要去。哎，果然是小孩子脾气啊，看一下有没有遗留下来的东西。上个客人遗留下来的没有在这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太可惜了啊、哦！走吧走吧，现在没有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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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你店小二，店小二不要挡路哦！所有人都不见了，都去看擂台赛了。噔噔噔，哦，铁口直断，不领免钱，两位要算命吗？好啊，不领免钱，好，帮我算算最近的绿镜而成。气色泛红，面带桃花，准是走桃花运。女子为水，水亦在舟，水在舟亦覆舟。公子千万要谨慎，欠妻欠妻。咦，我有桃花运啊！姑娘要不要算一算？好啊，我看看。姑娘，瑶光聚顶，灵气逼人，世间少见。在朝必为后，再也必为人杰。眉宇间含有煞气，恐怕近日间必有劫难。呸呸呸，鬼话连篇，宁愿我们走人了。公子，你还没给钱啊？不是说不领免钱呐、啊？哎，平生说的都是真的，哎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逍遥，得钱，得钱，赶快得他钱！铁口直断，得他钱，得他钱！好啦，不得就算了，我们走了，我们直接去找明月如何了，不要跟这些废话讲那么多话了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只有一个人，我打不赢明月如啊！先去买点武器啊、我只有一个人打不赢明月如啊！上个月啊，西尊子闹蛇妖，不但强盗那样，还什么把张老头的孙女给掳走了，孙女才16岁，才吗？是什么张老头年高70，祖孙一起相遇，没那么之间刚好一个难过的肩膀，一起跑到林家求林堡主出面，林堡主便义正言辞率领十几位壮丁前去除妖，结果妖怪没见着，却折损了7-8条的命。哎，林堡主在武林上也只不过是徒具虚名罢了，你也知道，还不是要靠我除妖。不要参加工作，找一个趁手的武器吧。铁锁衣，贵死了。好了，买了，是的。啊，武士披风，贵死了。大刀，芙蓉刀，铁碗。哎，我有一个铁护碗啊。装备，铁锁衣，铁护碗，铁护碗先装备。哦，有变强，有。啊，铁锁衣，有变强，好，很好。还要买武器。等一下，那个林月如很强啊，要买长剑。我是不是有长剑？不需要，买铁鞋好了。是的，买大刀，武士披风买好。哎，没钱买了，不好意思啊。物品，装备，物品，装备，装备，铁鞋，踏破铁鞋，呜变高了，可是身法超低的，现在怎么办呢、啊？逍遥现在几等呢？现在超低等啊，五等，五等就要挑战林月如，真的是痴人说梦话嘛啊！来，开始了，哎，不是走这里，会啊，直播都会放 YouTube 哦，开始了，噔，哎，这不是刘兄吗？哦，李兄你怎么也在这？难不成你也才要帮呢？我只来看看这里，非常重要，就过来瞧瞧。你怎么上来就是啊？李兄你别怪我了，要是我学会这么一点，早就像月如表妹求亲了。此话怎讲？刘兄温文有礼，又长得一表人才。那你什么月如表妹又看上你，真是没眼光啊！啊，嘘，别被台上听到啊。莫非台上的就是刘兄的月如表妹？能令刘兄如此怪异的，一定是个美人哦。你们已经见过了，看很不错嘛。要提起来了，要砸到李逍遥了啊！李逍遥，你是白痴吗？白痴还会被砸中？没有用。啊，喂，那个欠揍的上来啊！啊，呆瓜小贼，爹，这个没一个像样的，一点也不好，我们回去了。李月如，你出丑未免太大，我上台上不是被你打断手，就是瞎了眼，谁还敢上来挑战啊？怪我喽，我是女孩子，都怪那些臭男生太没用了。
你三番两次替你挑选丈夫，费尽多少心思，你从来没有一次认真过。我才没有啊！你们瞧，台下这个，台下的男的全都畏畏缩缩，怎么骗我们家邻家女婿？你这个野蛮妖头！哦，是你这个呆瓜小贼！哦，怎么了？又想把我吊在树上绑起来啊？你不认识，只是先前有点误会。哦，爹，就是他，昨天欺负人，就是他，叫他上来，我要打他一顿。别耍性子，先不管，叫他上来，我一定要出口气。虽然有在下有放姑娘在面挨你一见两以两不相欠，姑娘又何必依人太甚呢？我不服气，昨天你们两个打我一个，今天就来大打独斗。好，手下败将，想自讨苦吃吗？如果你胜了，我们之间的破解就一笔勾销；如果你输了，我们就再打一年的长工，以你放走银花和长贵的身份，我们就做一年长工吧。李月如，我就做一年长工了。怎么了？怕了吗？怕了！林四恒，你说只要我打赢，就一笔勾销。没错，如何不可儿戏？打赢了哪有一笔勾销？打赢了就又多一个拖油瓶了。爹，你别管，今天不是在众人面前讨这个，岂不让人家看见咱们苏家的苏州林家宝？好，你爱怎么样，你都说你，不过点到为止，知道吗？亮招吧，开始了！喂，小贼！姑娘不想欺负受伤人，只要你磕三个响头，本姑娘也会可以饶了你。快磕吧，快磕三个响头吧！你不用担心这点小伤，为什么？本公子才不放在眼里，尽管碰碰过来吧。这可是你找的，输了别磕，可别怪我欺负你有伤在身。彼此彼此，你输了也别怪我，本公子欺负你，放忙过来吧。打不赢呐！你月如有多强，你都不知道。先偷钱吧。先偷钱再说了，获得500文啊！果然是有钱人家的女孩啊，身上随便便就带500文呢、太有钱了！不，我牺牲掉我的身法啊，换来了防御力啊！呵，喂，啾，牺牲掉我的身法！气剑子，他使出气剑子了。气剑子一来，我怎么挡得住？好了，再偷一次啊，250。有250，为什么不赚？赚！有钱为什么不赚？难道我就是没钱才落到买不起那个披风的下场，搞到我现在连披风都没有？喂，又凑过来了！喂，凑！应该不会死，再来一次。气剑子，又是气剑子，连续两次气剑子。太巧了！你为什么会左右护我？我打赢了！耶！等级上升了！灵力提升2，我认输了。林月如，你这个我手下败将陈浪啊！李逍遥，你又要带一个拖油瓶了。谁打架？台下响起一片掌声。真怀疑其他人是不是酒囊放包啊，连这种货色都打不赢啊！各位太好了！各位乡亲，小女今天比武招亲，终于有了结果。诸位乡亲，共襄盛举。今日起，林某人与林家宝开席3日。诸位乡亲，父老务必赏光。爹，人家不依，跑掉了，人家不依啊！难得，想不到如何也会害臊啊！就这样又把到一个人了，这怎么了？呵，小子，你还愣在做什么？跟着如何去啊？什么？为什么？装傻？比武招亲之上，你既胜了如何？既是我们林家宝的女婿了。你逍遥啊！你真的是哈，都已经上了林月如了，又去打擂台打了，不是啊，都已经上了赵灵儿，又去打擂台打了林月如啊，真是太可恶了！李逍遥年近轻轻就如此身手，剑法更是精妙绝伦啊！貌似出类拔萃，能有真少侠为女婿，实在是小女的福气啊！我被只是侥幸而已。其实，对了，刚才你使的剑法可是蜀山派的御剑术。是的，原来你是独孤剑圣的弟子啊！实在太巧了，老夫跟尊师十几年前是拜把兄弟，也算起来算是老夫的师侄呢。独孤剑圣不对啊，不是吗？实不相瞒，晚辈因缘机会得到一名醉道人传授一套剑法，晚辈向他拜师，但未能如愿。你有成师也没关系，这也没啥要的。老夫关心的是你跟奴儿的婚事。你都不知道，灵儿在旁边淌着血泪啊！
人家三代单传，老夫又只有如儿这么一个女儿，所以老夫希望你能入赘到我们林家，好好继承林家的家业家产。晚辈万万担当不起。哎呦，林月如，哦，刘金元来了，四伯前慢，你月如怎么能嫁给他呢？有何不能？你明知我 不会武功，却又以比武招亲决定如儿的婚事。既然是比武招亲，擂台上一定胜负。不，这不能算数。如儿的终身大事怎能如此草率？对，不能算。住口！如果是我家的女儿，这件事你有反对的资格。我请你把如儿许月如许配给我，改什么改名儿？我叫爹派了上人上上面之间，月如根本就不喜欢你，更何况你一介书生，如何继承我南武林盟主之位？我明白了，你兄，祝福你跟月如，你怎么这么快就放弃了？四伯，带我向月如告别，我决定回京城去了。刘兄，刘兄慢走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是能得少侠为婿，实在小女福气。我与另外有些误会，在擂台上比试，这比武招亲还请三思而后。你难道是少侠？难道是嫌弃小女？对不起，在下有要事在身，这婚姻大事并非儿戏，晚辈不敢轻言承诺，只怕辜负了小姐。还有什么比娶妻更重要的？逍遥哥哥，如果你我可以自己去苗疆，你不必辜负我，没关系。赵灵儿真是体贴善解人意啊。怎么行呢？我说好要带你去苗疆找妈妈，怎么轻诺食言？我拖累了你。林哥好懂事，好可怜哦。你要离开，原来你想毁约入赘我林家，哪一点不好？我比武得胜，只依照约定化解误会，并未想到婚姻一成。谁不知道苏州林家乃江南名门，称不上富可敌国，但亦是一方豪甲。我女儿虽然不算是倾国美女，亦是花容月貌的闺秀，多少名门公子想娶都娶不到，谅你也没有理由嫌弃她。但是为了她吗？她是什么人？她是我老婆。哎，你怎么没有这样讲啊？她，我跟这过得太突然，并未向家中长辈，怎敢亲自迎娶？说的也对，马上派人去你请婶婶过来，到时再谈下聘的事。你们两个就先在这住下吧。春兰，替赵姑娘准备西厢房一间客房，春菊，带姑爷到东厢房坐下。哎，四老爷被分开了。姑爷，你若有需要，吩咐下人们去，奴婢先下去了。赵灵儿家很有钱，外面没有偷没关系，赵灵儿家一定要偷，也不是赵灵儿，林月如家一定要偷。哇，好漂亮的房子哦，大户人家就是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啊！这里一定要偷，在哪里没偷都没关系啊！林月如家怎么能不偷？偷啊！发剩50文钱，这么小家子气啊！你家不是富甲一方吗？哎，床上有没有藏东西？没有。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噔，换一间啊！哪里都可以不偷，这里一定要偷哦！止血草啊！怎么都是这些便宜的东西呢？没有钱吗？没钱吗？没钱吗？钱呢？钱呢？钱呢？只有一个止血草而已，太让我失望了，还不如不偷。走，嘿，躲在这里。姑爷当自己家，被你发现了，这里就是我家了啦。我已经是未来姑爷了，你懂不懂啊？以后他就是我未来丈了。我又发现什么了？不知道，莫名其妙发现木鞋，然后拿去卖的东西啊。好吧，去找林月如啊。哎，去找林月如之前，要不要先去找赵灵儿啊？走，先去找赵灵儿。哦，赵灵儿快要变身了。这应该有东西。没有，出乎我意料之外。赵灵儿，我来看你了。等一下，这里就不能偷了。偷我15文钱，才15文而已，够抠的。赵灵儿，你怎么了？你脸色似乎不太好，我胸口很闷，头有点痛，不过不碍事。你怎么了？
病得可不好，早点睡，别着凉了。小贝克，你记不记得姥姥你反正有点说的话，我怎么能忘记？放心，我会照顾你，我会直到找到你娘为止。我答应过你的事绝不反悔。可是你说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如果我是你，别说什么，别胡思乱想，傻丫头不会有事的。如果你……